OK， 来看这张湖北队的小黑最后一条命，来打湖南队赖霸最后四条命啊。小黑刚才是以一臂之力啊，剃头了湖南队的先锋胡头，现在他的对手是湖南队的次锋赖霸。赖霸现在看到小黑也是有点郁闷了，这家伙一个臂干了我们这么多臂啊，实在是太没有天理了。小黑用了两臂打了16臂，一臂之力剃头了猴头4臂，八神再次拿捏住了赖霸的八神，八神打不过，克里斯能不能打过？克里斯手上只有一息资源，小黑前冲跟对方相杀一次，好打倒了对方，再次下盘摸奖，前的头之后呢，再次打软固定，现在猴头的角落看来是出不去了，一直被八神压制，好的回身重拳摸屁股。猴头压逆向成功了，这里下盘摸奖，再咬丝资源，再越资源最佳，影跳之后得下段，猴头第一时间解头啊！那现在小黑又拔血了，给他反超回来，又是重拳取消勾手，克里斯有机会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机会在哪里？机会在哪里？这个差和一个差和重要，就解决对方的两个人了。大门五郎手上两期资源，前程重拳，这是一个复合呀。刚退低了，这里猴头的啊不赖霸的大门五郎打康的，哎呀前程中锋没连上，对 A 马上天地反确认上去解决这个讨厌的八神，对于小黑而言还有两管满血，赖霸还有机会，一切就有可能。来看看这边大猫狼怎么打这个小黑的真克里斯，小黑的真克里斯那也是一绝啊，影跳登利泽，那现在大猫狼消耗这颗气之后呢，有点感觉了吗？这感觉是错觉，大猫狼再次被小黑套路，这个差和给的大猫狼很难受啊，下地的空完全被小黑算计，现在大魔狼近身头，又是一个劝返，轻取赖霸能不能拿下对方？好了，这场98的比赛，没想到，谁也没想到，小黑今天晚上这个状态如此之好啊！湖南赖霸曾经对不对？那全国前四啊，那也是一把好手啊！快去星星小孩来吧！龙哥现在很开心呢、啊，我、哦、今天晚上可以躺赢了，对吧？这点血，终于是干掉了八神，加油！没超过5秒钟啊就被 KO 掉了。好，有戏来吧，剩下一个大门五郎，赖霸的机会非常大，现在是2-1，好的，现在赖霸的血量还是占一点优势，哎呀，这点优势马上就没有了，又回到了大将战，满血大门对战满血大门，胜队6000啊，败队2000。这个打我完了，来吧又被搞定了，怎么办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